台湾的华语教师的困境其实非常的艰辛，大约有94人是专任教师，646人是兼任，而这些专任教师的平均月薪的落差非常的大，最低只有每个月3万元左右，而兼任教师的部分更是最低的终点费只有270元。担任华语教师的终点费的资给的标准非常的凌乱不堪，各校成立的华语教学中心里面的华语教师，他们既不是兼任讲师，也不是学校的研究或行政人员，那到底华语教师和学校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到教育部回复出来的资料全部都是建请和鼓励，到底能够如何实质来督促和落实，其实完全看不见。台湾的华语教师的困境其实非常的艰辛，里面有两个部分的困境，第一个部分是在于说这些资料里面显示出来大约有94人是专任教师，646人是兼任，而这些专任教师的平均月薪的落差非常的大，最低只有每个月3万元左右，而兼任教师的部分更是最低的终点费只有270元，其实这是远远低于大学讲师的部分。另外从这个教育部提供的资料也看到的是，担任华语教师的终点费的资给的标准非常的凌乱不堪，有的采用行政院核定的到专院校的兼任教师方式来给予相关的薪资终点费，然后也有采各校的部分，但是更有17所学校不提供给教育部。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困境是在于说，各校成立的华语教学中心里面的华语教师，他们既不是兼任讲师，也不是学校的研究或行政人员，那到底华语教师和学校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不属于教师也不是劳工的状态，其实非常的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因为他其实是来协助台湾来推广华语教育。我们有具体要求教育部应该要提出4大改善措施，但是我觉得也很遗憾，也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在于说，我们看到教育部回复出来的资料全部都是建请和鼓励，到底能够如何实质来督促和落实，其实完全看不见。是，我想有关的华语教师的权益的这个部分的话，教育部再来跟各大学的这个中心的部分的话，就有关权利义务的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的检讨。了解，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推动华语，而且台湾在华语的表现上其实也非常的不错，包括这些国际合作和交流，就如同我们第一页同一篇显示出来。那我觉得教育部必须要来这边来有一个立场，并且来保障华语教师的权益。我们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来盘点相关的部分，然后同时提出政策工具、诱因和 KPI 等实际有效能够落实，并且能够让这样子华语教师得到保障的方式来做处理。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应该要来按照大学一般兼任教师的薪资标准来给予华语教师终点费，而且各校的这些资给的标准其实应该要更加的公开化，尤其是没有提供的部分也应该要尽快来提供。